新冠肺炎国内本土疫情持续的延烧，金门确诊案例已经达三例，由各乡镇公所清洁队还有环保局组成的防疫消毒大队三号开始全面启动防疫动员。环保局表示，为了因应防疫让县民放心，各乡镇公所的清洁队从3号开始投入相关的消毒机具44具、消毒车辆5台，以及针对人潮聚集的热点、传统市场、商圈、公庙等等，进行全面性的户外公共环境的消毒作业。而另外针对金门军机场实施消防性的消毒作业，重点在机场的进出入口、候位区以及楼梯之间的公共场域。金防部也表示，机场属于出入境的第一道关卡，因此只有落实各项防疫标准作业程序，才能做好把关的工作。官兵在机场进出入口、候位区、楼梯之间的公共区域落实各项防疫工作，确保安全无虞。